李彩华阿 Ring 呢日嚟到电台接受叶文辉 Belly 嘅访问，呢次最主要咧就系想当年啦，讲到当年佢哋合唱嘅 I Believe 都算系经典歌曲嚟啦。回想当年啦，都觉得系几开心同埋几得意嘅事啦，同埋觉得系好似即系几日前发生咁样啦。因為很記得拍 MV 那天，即我們去到機鐵，即其實你都知道拍 MV 是那些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坐在張凳上看看外面的風景，之後去到一間餐廳之後，我們就要好像很情侶的感覺樣的。但是呢，當我們兩個站在一起的時候，導演就說我Ring你都是踎下低了樣之後我們又覺得Belly 剛才也有說，肯定是導演覺得即是他我們拼在一起的高度有點怪怪地樣，所以呢就要我蹲低這樣。提到最近阿 Ring 的新角色是霸氣女總裁，現實中的阿 Ring 又有沒有那麼惡呢？ OK 的，其實因為呢即講真的，講廣東話我們就覺得好像很直啊，還有很硬邦邦咁啦，但一講國語把聲就會即係温柔好多咯，係啊，咁所以都OK 嘅。咁正正咁我老公又係講國語啦，咁所以就個感覺就可以帶到出嚟咯。即其實鬧交就唔係話好多嘅，但係即間唔時可能大家有少少爭辯嘅時候咧，咁大家都會喺一輪嘴咁樣講啦。咁可能佢又會勁講國語喎，咁我就會喺度講講下嘅時候，有啲字突然間唔記得點講，講翻廣東話咁樣啦。即佢就完全會唔明咁樣喺度呆坐咁樣咯。咁所以我哋都有優勢嘅，即起碼我又識講廣東話，識講國語，咁佢就係識講國語，咁所以我就覺得我係贏咗咯。